喝喝酒太无聊了，咱们来玩真心话大冒险吧。好啊，都准备好了。酒瓶撞到谁，谁就抽纸条啊。干杯！来吧。什么？亲吻自己左边的人。 哇！七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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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景浩，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？就是你也太不配合了。大冒险的是韩飞，又不是我。 来来来，我们继续啊，继续。吴景浩，这次可轮到你了啊！写的什么？真心话，说出你最喜欢的人名字。 白求恩，白求恩，你是不是玩不起？没有啊。算了算了，我们不玩了。